现在来到了汤姆熊，因为本身之前如果来汤姆熊的话，可能都是只是单纯花个一两百块，但是今天要花2000块，看看究竟到底谁的彩票会比较多。现在要先去换钱了，柜台在这里，走吧。哦，两大包哎。就先去换一下，然后看看要玩什么，再来跟阿迪亚 PK， 走吧。走，他分不到。好像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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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现在呢，我选择这一台推币机，然后我跟阿迪亚要来比赛，看看到底谁的彩票会获得比较多。那因为我在等阿迪亚玩的过程实在等太久了，所以我现在自己也要开始来投这个推币机。旁边这一堆就是想要把它推下来，你看人家旁边那一堆了。来喽，来喽，开始喽！哇哇哇，我都已经赢你了，哪有啊？看这个推币机真的还蛮疗愈。究竟会不会再跑完一本呢？不知道。还在跑，看这个真的很爽哎、欸！为什么不下来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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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我剩这边嘞，快投完了。你的是怎样宕机的？你欠了多久？你是已经累积多少了？现在我还在跑。你会不会超越我啊？说不定啊！哎，我的停了。我要把这一坨封下来。它那个力气好像会有分诶，如果头比较大力的话，好像会分比较远。我不知道，试试看。对，好像是真的。没有了，最后的机会。哇！那后面那一只不太给力，结束了，换我了。我想要把后面那一个推下来。这是我
的彩票。刚又去换了200块，最主要刚刚把旁边那个盒子推下来，不过你们应该可以看到旁边那一个它是完全推不动金币的，就是可是就是会觉得会有一点点机会想要把它推下来试试看吧，不知道。证明那一个可能里面有加了什么很重的东西，它现在下不来，再加上它旁边那一只推的转得非常的松，所以它推不动，那边的钱已经满了还是推不动，所以我放弃我的策略。神圣的最后两枚，这个还蛮好玩的，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在这里等它应该会下来，它会再下来，应该会再下来。可是我们刚坐在这里，可是我们刚坐在这里，他就一直下来，他就一直跑。好烦哦，真的很想要再换100块把它推下来。快下来了，对。现在又下来了。你要再去换吗？我决定要再去换100块。那你再帮我换100。你看他又再下来。最后呢，又去换了300块，因为他300块才有送50元的代币，究竟会不会下来呢？你玩这个真的会上瘾。对啊。非常可惜，看他已经好像没有掉下来的迹象了。我现在彩票还在跑，那这就是人心战术啊，就是会想要让你一直在花钱，然后就是会越花越多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去总结我们的彩票，到底是谁的彩票比较多呢？就等一下去算算看才知道。刚把我身上所剩下来的60块换了这些代币，因为我看这样真的觉得很不甘心。我把我的60块投完了，现在就真的不要再换了，因为会越换越多。这个人心战术真的很可怕。现在阿迪亚也不甘示弱了，就换了50块的零钱，究竟到底还能获得多少彩票呢？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大家最后一个啊，讲一下你的心得。没有心得，会想要再花。现在玩到没有彩票，然后有去叫工作人员帮我们换了，他现在要过来了。真的还蛮多的呢，好险有跟工作人员讲，不过我就已经白费我的钱了，被下一个赚到，到现在还持续在跑，是不是你的也没了啊？这边是我花了大概1500块换来的彩票，到底有几张其实也不知道，等一下跟阿迪亚比赛看谁的彩票比较多。那目前先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，然后这是阿迪亚的，你们觉得谁比较多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稍微收拾一下就要去结算我们的彩票，究竟有几张？我们现在要去算彩票了，谁的比较多呢？不知道，买200张就正收了，我放比较顺。色满。
只有1986，当你的印叫什么？1986。现在要换我了。现在还在结算，还在持续在跑。2500多，还蛮爽的。那真的是会玩上瘾的一种推币机。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在下面帮我按喜欢。如果你想要看我其他更多影片的话，麻烦在下面帮我按订阅并追踪我的频道。我会不定时发布新的影片给大家看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了，我爱你们，拜拜。